你要吃什么？吃糖糖。吃糖糖哦，那你去跟阿昼说，阿昼我要吃糖糖。抱抱阿昼，抱抱抱抱，不是拜托是抱抱，抱抱阿昼，抱抱，抱抱阿昼，是抱抱阿昼啦，抱抱阿昼才有糖糖。你怎么睡觉呀？我奇怪。好了，我这一杯吃，你回去啦，疼啊啦，伊想要吃疼啊啦。今天是2018年9月2日，黄宝琴、黄宝静一如往常的在礼拜天回家陪阿昼们。现在黄宝琴、黄宝静在跟阿昼吵架，因为他要吃糖果。伊也这无差啦，伊回家啦。啊，不回家啦。没啦。是奶奶。好。好 ，OK， 今天是2018年9月2日的一个生活记录。